心愿呢、啊，这个当然是希望我们十一点热炒店啊能够收视长虹，然后持续受到大家的喜爱。那另外我那个威廉省欢乐颂，希望继续呢送爱心送礼物啊，大家 you happy I happy everybody happy， yeah everybody happy， 真的希望2021年大家可以快快的出国，然后继续看家人，跟一起出去玩，早日挥别疫情的阴霾。Yes yes yes。我们是午间情，我的幸运小物呢就是红内裤啊，因为呢，因为过年一定要打麻将，我只要穿红内裤就是必赢。现在 right now 呢，我本人也是穿红内裤的。Oh my god！ 来，那我的幸运小物是我的一个手链，然后是因为我的过世的宠物，然后戴在身上这样子，对，那就可以让我平安。哦，我的幸运小物是豹纹内裤，因为他穿红内裤的时候，我的豹纹就可以刻到红内裤。我的幸运小物是我的耳环，因为我只要戴不戴耳环就不自在，所以戴着的时候就会比较幸运。我的幸运小物是我家两只猫，因为我觉得我只要不幸运的时候摸到它们，我就觉得好像很幸运。哎呦，耶！主演的新戏就叫做《粉红色时光》。我喜欢彩色，因为彩色很漂亮，也包含粉红色。当然是黑色，因为黑色包含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也包含粉红色，是最完本、最完整、最圆满的颜色。是粉紫色，因为粉紫色看起来很梦幻，然后很可爱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 Yeah。大家好，我是尹彦凯。我觉得2021的幸运色会是白色，因为白色给人一种很光明、很有希望的感觉。对，欢迎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尤小白。我没有要选白色的，那我就改成金色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每一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，包括春联啊，或是元宝都是金色，所以2021年的幸运色就是金色。大家好，我是厉正达。那我2021年的幸运色，我觉得是银色。因为我希望在2021年，大家都可以像在宇宙银河遨游一样，遨游全世界，能够旅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很棒。大家好，我是 Wish 朱雨毛。那我觉得幸运色是对我来说是蓝色，因为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我先是啊，我过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家呢习惯会吃一种东西，叫做十样菜，代表着十全十美，很完美，一切都很完美。希望明年呢，什么东西呢都可以十全十美这样。真的很棒。然后我觉得在2020，大家可能发生了很多，不管是好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我们要一起迎接2021，希望在这一年呢，疫情可以赶快过去，然后让整个世界还有台湾可以变得更好，大家更幸福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就是把我这个无私的心散播出去给大家，无限爱，这就是我的幸运之物。我在家里面都会放超级大量的玩具，还有公仔，还有食物模型，都是我看到会喜欢的。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有一个东西拿在手上，心会开心。如果你掉1000个这样的东西，你觉得每天都开心1000倍。你要问我幸运小物是不是有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的幸运小物就是那个指南宫求回来的钱母，我就要有钱母，这样让他钱越生越多，越生越多，年年有余，我就可以赚大钱。最后我有一个心愿，希望我可以回去女力的大家庭，拜托了。我当然希望说家中放满了5000万的现金，哎，但是这个梦想呢，需要大家一起去追求去实现嘛。那也祝大家那个新的一年扭转乾坤发大财。
就是十三万家大家，收视率越来越好，然后我的工作越来越顺利，然后私底下我的感情希望稳稳定定的，然后不用再被拍。小物的话，我会随身就携带一些橘子啊，或者是苹果之类的，让自己平平安安、大吉大利。除了随身携带很吉祥之外，还可以解渴啊，或者是止饿。祝大家新的一年每天都有饱足感。我最喜欢吃，其实我不是只有过年在吃，我平常都在吃，那就是萝卜糕。尤其是过年吃萝卜糕特别有感。有一年呢，也就是每一年的除夕，大家到守岁，我要陪我妈那个打麻将。只是我那一天呢，奇怪了，我刚开始几把牌我是非常非常刻意的放炮给她，可是放着放着就一直在放炮哦，连那个就是我的晚辈，我妹妹，她也在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输给她。后来我就去吃萝卜糕，我告诉你，第一把我就大赢，到第二把的时候，第三把的时候我又放炮了。为什么？我发现我妹妹在吃萝卜糕，萝卜糕。恭喜恭喜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子佼。俗话说除旧布新，新的一年呢，我最想换掉的就是我的发片啊，不是我的发型。像我今天就比较不一样啊，歌迷影迷都说我都是刘海，我今天就不同了吧，新的一年新气象。 OK， 我是杨雅竹，我是王佩瑜，我是王尚飞。哇，听说要问我们的是2021的幸运数字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大家在一起拍戏已经三年了，少说我们应该要很有默契。我相信我们大家的答案应该是一样的。那要不要读一下？好，一起讲哦，一起讲。我喊一二三，然后就一起讲。好 ，OK， 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十一。没错，是我带出来的，因为我们都是17年的，然后已经三年了，我们感情好到不行，所以肯定是幸运数字，一定是17。我们的代表数字，对，我们的代表数字代表团结友谊，对，所以这数字一定会一直幸运下去的，没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ward 许书豪。我都会在我的工作室的桌上摆我喜欢的公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在工作的时候看到喜欢的东西，你就会工作得非常顺利。大家好，我是 Daisy 赵黛欣。平常呢，我自己喜欢在房间里面摆放香氛蜡烛，可以让自己闻到香味，心情就好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ustin 李建轩。2021年，我觉得最幸运的颜色应该是红色，也希望大家和我都能够在2021年能够红红火火。我的幸运数字是7，所以呢，喜欢7的朋友们跟我一起，2021年都是很 lucky 的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星哲，我觉得2021年最幸福的颜色就是蓝色，因为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对，因为怎么了？
哈喽，我是咕咕律思维，挥别2020，迎接2021。我在这边许个心愿，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、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尔宣 Notion， 我会在我的家里摆放四只猫，因为猫咪很疗愈，看它们就心情很好。顺顺利利的，开开心心。我先吗？蓝，因为没什么，因为就很多口罩上面都是蓝色的，所以 hopefully 蓝色可以就是给大家正能量，然后变成幸运的一个颜色。Yes。Oh me, sorry. 蓝色吧，因为刚刚 Julia 给了我很多的 inspiration。好，对，有，我觉得很棒。蓝色。我是9M88，新的一年呢，就是要除旧布新嘛。那我最想要换掉呢，就是我家里墙壁的颜色，因为呢有点旧了，然后颜色有点阴暗，所以我觉得重新粉刷一下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。时候最喜欢就是回到家乡吃我妈妈亲手煮的娘惹菜，叫做绷带鸡肉。今天想吃炸鸡，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这一年就是太辛苦了，就是控制自己的身材，然后过年想要好好大吃一下，所以吃点油腻的。我吃当尼彩。就是那个挂彩，还有鸭嗓，吃鱼啊，白鲳鱼，年年有余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九一，新的一年呢，过年就是要除旧布新，然后在新的一年呢，我们也会想要换掉一些、淘汰一些旧的东西。那你都会淘汰什么东西？你想换什么新的东西？我帮你讲，他买了一台 C63S， 宾士的。炫富！不能这样讲。为什么？可以。你想换掉女朋友？没有。我想要换掉牙刷。换掉牙刷？为什么？这牙刷旧了。没有啊，都已经拆了。对对，我换一支新的。好。你还没讲。我其实比较叙旧，我就喜欢用一些旧的东西。好，我也买新车了。恭喜！练哥的开运小物。然后讲到过年，就一定要穿红色内裤在身上。对，我每一年都是这样子，因为自己开车回就是家乡，所以要安全，然后加上运气要好，所以一定要穿红色的小内裤。霸天的，我会带巴上的 CD 在身上，哦，很实用，开运一整年呐、啊。对，我会带831的红包袋，每一年831都会在我们的官网，还有我们的脸书 IG 上面发送我们的红包袋，大家可以来索取一下。谢谢老板。对，然后我会带着我们的妖怪在身边，哦，随时表演有妖怪在身边，如有神助啊。哦。那么我会带上我本人，牛逼就是很牛啊，牛逼。哦，是等这种年，对啊对，这是我的年啊。Lucky。最好的幸运小，我自己本人是我会带。
颗小的麻将在身上。对，发财，发财。对，那谦哥呢？我的话，我是带我的鼓棒，很适合。李云安呢？我的话是随身携带一张告五人第二张专辑《运气来的若有似无》，请帮我披上去，谢谢。祝福大家2021新年快乐！